欢迎收看电玩宅兄妹，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琳。防范未然以及掌握先机，一向呢都是预防意外事故的最好方法啦。而这个周末呢，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举办的犯罪预防宣导嘉年华呢，就是要让社会大众可以建立更安全的犯罪预防概念，而且呢，这样也可以让犯罪事件更不容易发生哦。台北市政府为了让民众能更了解更多的犯罪预防资讯，增进自我防卫能力，在8月13日于台北四个活动地点举办了犯罪预防嘉年华。而线上游戏领导品牌智冠科技与旗下的中华网龙游戏新干线智凡迪科技，也与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共同合作，在南港软体园区站前广场一起进行活动。本次嘉年华推广的五大重点为防诈骗、反霸凌、妇幼安全、防抢防窃等安全观念。现场也特别邀请到知名艺人包小松以及超偶冠军曾宇佳与民众同乐，并且分享与宣传概念，让社会大众能够更重视以及建立正确的犯罪预防概念。